在桃园的某个角落里，一场青春的闹剧即将上演。有一个小青年毛毛，非常的喜欢他的同学龙飘飘，他总是有好多的话想要和他说，有好多的路想要陪他走，但总找不到该有什么样好的时间、好的机会，能够开口对他讲说他是个负责任男人。于是，大家也很期待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就在这个圣诞节，薛毛毛决定要迈向他人生中好重要、好重要的一步。第二个节目由五位大一同学以及爵士鼓学长所带来的大一同暖团 B956.2。